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鞍山市2010年秋季房交会的现场为您做报道，站在我身边的是马德里皇家花园的置业顾问李博。李博您好。新浪网友大家好，像我们园区呢，这个景观呢，在鞍山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像我们园区呢，有两大景观，有两大景观之轴，一个是我们的艺术之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系。像我们其中那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水系呢，其中是有一个是弗拉明戈音乐背景音乐喷泉广场，这个是跟市府广场那个喷泉是一样的，它是音乐那个水柱随着音乐跳动，这样来说呢，就非常美观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水系呢是一个24小时循环水，这样呢就是说保证一个水的那个质量，还有一个清气的那个空气的清新度，这样呢就是说给业主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空间。再一个呢，像我跟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艺术之轴，这个艺术之轴呢在鞍山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总共有四大主题花园，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几位著名艺术家而命名的，像米罗呀、毕加索等等。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实施的那个人车分流制，这个呢是我们的行车入口，景观会非常的漂亮。像我们这次房交会呢，准备推出呢，就是说主力户型嘛，有像我们的72平、75平、82平，还有96平这三种户型。这三种户型呢，都是我们家的主打户型，而且呢，都是那种经济舒适两室。这三种户型呢，在鞍山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对，请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游玩的。像我们马德里皇家花园呢，在鞍山来说呢，就是说是以那个西班牙风情的，就第一个入驻鞍山的一个项目。像我们这个水轴，像我们项目这两个水轴在鞍山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我们的景观，尤其是我们的艺术之轴还有那个音乐之轴，这两大主轴呢是在鞍山来说都是没有的，一般别的小区都是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水轴呢采用的是24小时循环的水，一般的小区不都采用的都是那种一个湖死湖嘛那种的。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保证了我们一个小区的一个清新度，还有一个水系，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艺术之轴是都是四大主题花园，这四大主题花园呢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位著名艺术家而命名的，都是非常的独特。像我们家呢，这是主力推出的是一个96平，还有75平的为主，都是那个舒适两室为主。